到幾多未來啊？三個。三個咁少，點解啊？唔知啊，可能因為地區限制啦。地區限制？你冇用 Shusha VPN 咩 ？Shusha VPN 係 Shusha VPN 係世界上發展最快嘅 VPN 品牌之一。只要用咗 Shusha VPN 之後，就可以完成 Netflix、Disney Plus、HBO 嘅跨區，多地區嘅影片都可以睇到。佢一個帳户就可以連接曬所有嘅裝置，而且可以將各種嘅外接軟件或者網絡釣魚擋喺門內。一輸入呢個獨有嘅 promo code Naven， 即刻有17%，即係83% offer， 同埋可以免費享受三個月嘅額外折扣添。即刻下載啦！咁關喺未來咩事啊？哇，梗係唔關啦，賣廣告啫嘛。都係嘅。係啊。唉，睇咩未來啊？睇 Netflix 啊 ，Disney Plus 仲開心啦、啊。咁走咯，行啦。喂，過一過啊。唔該。早晨啊，大家，我系家聪啊，今日就呢个2022年嘅9月12号。就话说咧，本人琴晚咧就喺 YouTube 度开咗个 live， 咁就决定啊，嚟紧呢一年咧就要做一个挑战。咁有个观众就改咗个好好嘅名，就叫做一粥即发啊。咁呢挑战就话我由今日开始到下年嘅9月11号之前，都有一堆咧我系唔可以食嘅嘢。咁如果呢个过程入边咧有人捉到我食呢一啲嘢嘅话咧，咁第一个捉到我嘅人，我就要俾100蚊佢，然后我自己就要再储起100蚊。喺呢个挑战结束之后，我哋再一齐开 live 决定下，我哋将呢啲钱捐俾边个。咁然后成个过程入边咧，我每日食饭我都系要可能影相或者拍片要记录低，最后要 post 上网嘅。咁如果我系任何一餐冇 post 到嘅话咧，咁我就直接再罚200蚊。咁琴日我就简略计。当我一日吃两餐，因为我就本身是基本上不吃早餐，如果一日吃两餐，如果真的全部都失败的话，其实我应该要捐40多万，不是捐40多万，我会没了40多万，可能有20万是给一些捉到我的人，20万就是捐出来的。但后来计计下，其实可能是不止这个数，不如我就讲一下这一年里面我有什么是不吃得的先。因为我就怕有什么争议，大家有些误会，所以我就昨天专门开跟大家讨论了，就是首先如果是饮品这一方面，我是正是可以飲礦泉水啊、蒸餾水啊、水呢啲啊，然後茶係要飲無糖嘅，同埋唔可以係樽裝茶。即係你見我飲樽裝茶咧，你行埋嚟，我就要俾100蚊你，然後我再捐100蚊。跟住同埋咖啡啦，都要無糖嘅，同埋天然嘅果汁啊。飲品呢方面，我就淨係可以飲呢啲嘅啫。咁然後食物啲咩係一定唔食得嘅咧？就任何嘅零食啦、汽水一定飲得啦、炸嘢、燒烤，呢一年都唔可以食高爐噶啦。燒味，仲有點心、氣炸嘅嘢，氣炸師收工。同埋任何有酒精嘅飲品，我唔會拍一集大排檔，我都係要捐錢嘅。同埋麵包、蛋糕、糖水、素肉，任何嘅麵類，即係咩米粉啊、粗麵、幼麵、意大利粉都唔得。同埋仲有所有嘅香腸，同埋任何丸類嘅食品，發幾打香腸收工。然後嗰啲咩丸啊，咩芝士丸啊、包心丸啊、麥片丸啊、牛丸啊、和牛牛丸啊，全部都唔得。同埋仲有罐頭湯同埋糯米飯，即所以除咗呢啲咧，其他我係可以食嘅。咁基本上就係一啲我叫佢做圓形食物啦。但後屘又上網查過，原來圓形食物咧就唔係淨係從個外表判斷，佢係從佢加工嘅。咁但係同埋都有傾到同大家，咁其實我可以食嘅嘢都好多嘅，即可能係啲肉啦、菜啦、海鮮啦，其實應該食得嘅。咁然後醬汁啊、調味料啊。呢啲我哋傾過，最後佢都留翻俾我嘅，因為就呢啲就太有爭議性啦，或者同埋用酒醃過嘅嘢咧，就除非你好明顯用酒醃過嘅食物，即係譬如咩米酒雞啊、醉雞啊呢啲我唔得，但有啲可能你知有時煮嘢食啦，就點都要加啲酒噶嘛，咁呢啲個名入邊可能冇講明嘅，咁就一啲灰色地帶就留翻俾我酒賺啊，咁同埋仲有可以食藥同埋保健品，但我覺得可以加埋嗰啲咩蛋白粉啊呢啲都係 OK 嘅，冇問題嘅，就係咁樣啦。咁呢個就係我今年嘅挑戰啦。雖然就咁聽落啦，好似好多嘢唔食得，但其實應該都幾多係食得嘅，因為譬如咩豬肉啊、牛肉啊、雞肉啊、雞髀啊、雞翼呢啲應該都算係圓形食物嚟噶嘛，只係唔可以食燒烤嘅雞髀咯，或者炸嘅雞髀。不過呢、這個只係暫時開頭嘅啫，因為琴日開完 live 之後咧，我都有諗過噶，即係成年聽落好似好難啦，但我覺得可能其實係頭幾句會比較難嘅啫。Oh my god！ 係文記嘅豬扒蛋面咯、啊，不過放心，唔係我嘅，係啊耳仔。OK， 我就冇嘅，我就嗌咗杯凍檸水嘅啫。文記啊嘛，文記啊嘛 ，OK， 我就嗌杯凍檸水，酒甜酒冰。OK， 嗱，你睇下喺個底就知啦，真係冇糖噶。
一刀不剪，飲曬冇加糖。有呢個番茄啦、青瓜啦、烚蛋啦、火龍果啦、橙啦，同埋呢個牛柳粒啦，下邊就啲沙律醬，唔係沙律菜，咁啊冇沙律醬，因為我本身就麻麻地嗰啲醬。第一餐暫時冇咩難度。首先有呢個三文魚啦，跟住繼續係火龍果啊，呢個雞胸嚟嘅，仲有番茄。哦 ，OK， 青瓜、烚蛋同埋沙律菜，兒仔今口好啊，佢都係食翻沙律啊，都係。生命影響生命啊！嗯 ，Cool man。我想睇加葱任可樂喎，哇！金主爸爸講到邊個啊？金主爸爸講到，你啱先又砌反咗人哋張嘢，又剩。唉，我唔攞落嚟啊！偉大金主爸爸要求任可樂喎，咁冇辦法啦，做善事啦，我哋咁開心，加兩百，跟住同埋我中午餐飲茶，咁就係400嘅善款。金主爸爸想睇。喂，等先，師傅。得師傅啫喎。我唔得，我唔可以輸兩百俾一罐冇糖嘅可樂㗎。算啦，係嘛，甜㗎。嚇、啊！哇，咁真係唔得咯。佢發發咗出嚟都得啦，揾到佢咯。暫時都唔使笨住嘅，呢個係牛嚟啊，同大家講。咁樣嘅話，你人生會好多阻滯，你人生就活喺人哋嘅觀念嘅掣肘入邊嘅喎。咁好啦，我俾面子謝 B B 啦，唉，做善事啊！你食嗰一瞬間，我就熄撚咗個 cam， 咁就係我發現嘅，唔撚係拍攝呢度都熄撚錯，咁就一百歸我一百。啱啊！啱啊！你離開 cam 啱啊！我捉啊！我要，我有一百啊嘛！你 cam 面前食就計兩百噶啦。早晨大家，今日第三日啦。咁話説，琴日啦，我哋嘅成績啦，非常之理想嘅。我哋嘅善本數字啊，嚟到600蚊啊，100蚊耳仔，500蚊做善事，都冇辦法嘅嚇。都見到啦，即係形勢所逼。但係今日就唔同啦，今日嚟到第三日啦，我就決定重新做人啦。而今日食咩咧？就係呢個菜心啊。咁我係好勁啊，油菜心走油啊。咁其實佢我呢個挑戰係唔使走油嘅。咁但係佢嚟咗都多豉油，我攞水沖一沖佢咁樣。咁同埋呢個就叫做。香茅雞扒啦，隔離嘅耳仔就係食呢個葱油餅啊，葱油餅啦，入邊有啲芝士啦，咁超正嘅嘢嚟嘅，但係唔關我事 ，sorry。你好，雲吞麵世家。唔該，我想問下咧，你哋嗰個香茅雞扒咧係咪煎定係炸嘅？煎。煎嘅嘛，我好唔該 ，thank you。好。好彩係煎嘅啫。你掉。你話嗰啲話哦，黐線㗎！識性人士嘅剝蝦係點樣剝嘅？其實應該都係要啜嘅喎，正常。嗱，個頭係要啜一嘢嘅正常。因為頭咧呢啲佢專登就比較蟹架過嘅。啜咗嘢做咩？你爆我大牙咩？大家睇唔清楚上面啲鹽啊，嗱啲鹽粒。你睇唔睇到啊？千祈唔好啜一啲鹽過蝦嘅蝦頭。Tomorrow 冇一樣嘢食得嘅，我係都係冇嘢食得嘅麥咖啡。经过一轮嘅挣扎之后，我今日嘅午餐依然都系呢个云吞面世家香茅鸡扒同埋菜心。加油！今日嘅晚餐锅蛋牛肉排骨煲仔饭，全部食得噶，牛肉排骨蛋都喺个 list 度，唔好出现嘅。系一个烧味个牛肋骨同埋蒜蓉西兰花，加埋冬青水、冬柠水，就好甜就冰。第一道餸蒜蓉西兰花，呢份就牛肋骨啦，咁有啲薯条嘅。眼力嘅好嘅观众咧，可以数一数有几多条，睇下最后会唔会食咗薯条。OK， 食晒牛啦，我话薯条系冇食过嘅，中意可以数下佢。有呢个三文鱼，跟住蛋啦，吓鸡胸啦，呢个番茄仔啦，火龙果啦，跟住青瓜啦，跟住底住有啲沙律菜，就系咁。OK， 二仔翻咗嚟啦，佢依然都食 M 记，佢仲系 M 记嘅嗰度咪问我咩鱼？问嘢会嘢埋啊嘛。照啦。大鬼睇下今日大鬼準備有啲咩先？今日食芝寶雞。芝寶雞，哦。你應該仲有雪蛋白。
哇，全部食得喎，暫時嗱呢個唔食得啦，跟住呢啲全部食得喎，哦魚唔食得，啊魚皮餃唔食得。鱼皮饺唔食得，越数越唔食得咯，好似啲。鱼肉都食得，系喎，鱼皮饺。鱼肉食得喎，系嘛？冇理由唔食噶。鱼皮饺，鱼皮饺。菠萝嘅样食得咯，两三粒啫嘛，鱼皮饺。唉，都唔系钱嘅问题，尊严嘅问题 ，OK。炸鱼皮饺，哇！好似嗰啲爽唔爽？毒枭咁样，都落晒啦，开咗。攞半只啊！你又唔食喎？我哥冇嘢食，食嘢營養點均衡？食飯啦，今日食牛肉，一兜兩兜。喂，唔好走啊！唉，走啦，咁啊，一支啤酒罰咗200蚊，啊冇辦法啦，嚇都要嘅，一就翻屋企。罰咗200蚊，好想夜晚都破戒，不過最後都係忍住叫咗個外賣，繼續係呢個牛肋骨跟住西蘭花，咁啊第一啲薯條我唔會食。大家好啊！而家嚟到呢個 War Game 場啊，今日星期日啊，咁嚟打 War Game 啦。咁啊，通常打 War Game 咧，我都有習慣就係會食麥當勞啊。咁特別而家係朝早啦，我通常都會食個包啊，跟住再玩爽啲定係點樣？咁但係今日可能因為真係呢個挑戰啦，我慢慢發現呢個挑戰咧，真係可以減少到我食呢啲嘢嘅。即係好似啱我經過麥當勞，我都真係可以忍得住，因為諗起哇，如果真係食個包冇200蚊，好似好金喎咁樣，咁所以就唉都係忍住啦。哎呀，我自己有添，唔系，你有你有，但我支枪都冇坏咗。唔好OK。星期日嘅晚上啦，今晚咧系劲想破戒，好想食下咩 pizza 啊、麦当劳啊，即系呢啲嘢咁样。但系最后都忍住咗啦，不过就等自己食得丰富啲啦。所以今晚咧，我嗌咗呢个虾仁炒蛋同埋豉汁蒸排骨，跟住又仲有个饭啊，挂住汉堡包、炸鸡、鱼皮饺、香肠鱼蛋。不过都好嘅，仲可以食呢啲，其实都好开心。